怕出血没有血。这一袋血不合格，这袋血谁也弄不是不是说剖腹产完了他就能恢复？剖还是不剖呢？管不管？都已经到这地步了，然后我也不想放弃。我是当你儿子，你做了点啥啊？有的人可能猝死。看到他那一刹那，我什么都值了，真的。不是长舞都湿了，怎么能长舞？你就说再次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压迫的你哪儿都不好使，怎么办呢？你又瘫了，怎么整啊？这是最不好，你要有思想准备。完了完了，别哭了别哭了，实在是卡不了。杨柳破的心也太惨了。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宝贝你好。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和一些人不期而遇，这样的不期而遇会带来两种结果，或擦肩而过，或变成挚友。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拍摄到了在哈尔滨的同一家医院的两个不同的家庭，他们的不期而遇为我们的节目带来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母亲的选择。全吃了，还潮乎乎的，内裤、衬裤都是，没见红，就是感觉在流水的。你打开以后，那床单都湿的，早上起来就那湿，潮乎乎的，潮乎都湿了，怎么那么潮乎？那潮乎那腿那个是裤子和那个这底，我穿裤子。质量你不问，今天给你做个台阶，下午呢必要的时候咱们去做个超声。看看羊水，昨天是103，完了看看今天的羊水指数是多少。如果羊水一下子就减少了，那么呢，咱们做好做手术。行，那就先这么事儿啊。今年26岁的春辉因长期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在怀孕第29周时，子宫压迫腰部神经，导致马尾综合症，下肢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我已经怀孕这么长时间了，那个时候真的觉得特别不容易，然后我就想顶多再挺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可能我觉得生活几率大一点，就是可能往前走一步就是大一步吧，因为我都已经到这地步了，然后我也不想放弃。挺纠结的，当时我说这孩子现在剖还是不剖呢？剖了吧，这边的产科大夫说你这孩子现在剖就是存活的希望不是很大，不剖吧我还怕我媳妇这块压的时间太长，以后恢复不了，所以说两难。少了直接走。由于腰部神经被压迫，春辉连坐都不能坐，每次检查他都只能采取这种特殊的姿势跪在轮椅上。这次羊水破裂让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你先这侧着，先别动。可能是你有点紧张，你别紧张。啊，没有问题的。啊，即使是破水了，你这羊水也够用，而且孩子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行，现在小孩是4斤6两，坚持，你能不能坚持吧？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坚持？面临着腰部神经坏死甚至是终身瘫痪的风险，春辉每分每秒都承受着剧烈的疼痛。就是疼的时候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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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比就是做手术那种疼还要疼。我感觉我看他们生孩子好像也没有这么疼的那种感觉。最开始是右边疼，右边疼完左边疼，最后疼到其实一开始疼的时候都是有感觉的，然后就一面开始疼，然后另一面就不疼，然后这边开始疼，这边就不疼，到最后两边一起疼的时候直接就是没有感觉了。
糖，这是减糖的，不是减糖的，它是跟吃东西的。刚吃完饭。这血糖没事，你看他那个羊水下来了，昨天还103呢，现在来回。我定是这样，那今天他说过水，咱们再观察一下。对，咱们到下午跟他说了，今天下午再来看看。他那个他不是早上3点钟吗？他早上3点钟到下午3点，12个小时，把消炎药再给他点点，然后呢，我们再看是不是继续流水，继续流水，给他用这试纸又试一试，然后看他发不发动产生。如果能发动，随时发动，随时再处理。嗯，如果没发动，能够维持到他说的那天尽量再维持。好，好不好？好。好。与此同时，丈夫李明超接到了他上班的工地打来的电话。关键是这几天马上就要生，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好嘞，好嘞。李明超的请假要求被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打电话让母亲从乡下赶来照顾妻子。可以吗？明天工地那边让我回去，必须得回去。那明天你看能不能过来一下？你想吃啥玩意儿？直接说，吃啥都行。你想吃啥呀？吃啥？你不买给我吃？嗯，你那鱼。由于家在外地，春辉住院以来，每顿饭都是丈夫从市场里买回来的。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让李明超不得不精打细算，在保证妻子营养的情况下，他只能买最便宜最简单的盒饭。但今天他却走进了一家不小的饭馆。服务员，那个压水库那个压锅鱼。外卖好了，哎，好，谢谢，好好好，谢谢。太浪费了，多吃点，别寻思那事儿，咱该吃吃啊。不了那么多，没事。就吃个盒饭也挺好的，吃盒饭就满足了，你这点出不进去。来口菜吧，来口鱼吧，尝尝鱼做的怎么样。大工程啊！烫，烫吗？还烫吗？可烫了，太烫。嗯呢。你等会儿再吃，等会儿再喝那个。哇，太烫了，烫舌头。是挺烫的，来份排骨吧，净排呢，60多呢，这一个。这么贵？排太贵了，那也太贵了。60能买好多斤排骨，多好多回。鱼脸是鱼身上最好吃的肉，压锅水库的。鱼也挺贵吧？50多，太贵了。来好吃的。明天我就要走了，在这好好养着啊。还行。谢谢。嗯。嗯。哎，小地铺一打一睡，挺好。能够维持，当然和这个母亲呢，这种伟大的母爱，真是认可自己，
遭多大的罪他都认可，也希望能保留他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面临着生命是不是能够保存下来的问题。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怀孕第29周以来，每天一早，春辉都要在丈夫的帮助下才能排泄大小便。怀孕第30周以后，由于胎儿不断长大，春辉压迫神经的痛感愈发强烈。但是我当时第一个想的就是还是先保孩子为主，因为那时候都我就想都已经很麻木了，其实做手术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也。哎呀，老公腰疼。咋的了？腰疼。今天就发。腿疼啊，麻了。啊？嗯。抽筋了。嗯。啊，你有是吧？哎，都没感觉这么多天了，不行就抛了得了。你整了以后，你压迫的你哪儿都不好使，怎么办呢？你要瘫了怎么整啊？都没到那种地步，到那地步。万一呢？到那种地步后悔就完了。不能。你老是不能，你这样都疼的。咋整啊？没事，我能挺。坚持自个儿坚持，我不管，死犟。我就坚持。我媳妇这人嘛，其实说实话，她心挺娇，你不对了，她就无脑的开说了。反正我就是尽量表现好一些，让她满意一些，舒服一些，一天一天的往后走呗。我女儿这样，我以后我都不敢设想。我也走了好多医院，走了好多的地方，就是大夫说看她这种情况哈，你就说再治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我没敢跟我女儿说，因为害怕她加大她的心理压力，孩子受影响，我都没跟她说。你想恢复到以前自己的大小便不可能的，可以就说大小便就可以完全控制不了。5.6加上12，回来了。你要的饼、土豆丝儿、豆芽，你买点这个。三斤。辛苦你了。你好。哎，你好。你好，认识一下，我是李家小馆总经理杨子。啊，你好，姐。昨天听说这事儿，过来看一眼。昨天听。吃这个，这饼什么的。要吃饼。啊，要吃饼，我可以咋的？让这个店经理发个食谱过来，是荤素搭配的，或者是菜谱没有的，你想吃的都可以。不远送你。哎，好，再见啊，再见，没事，电话联系啊。啊，5点了，吃饭吗？行吗？行。饿不饿呢？有点。点他家菜。送他家的啊，不太好吗？没事，那都人都送来了，咱不点，好像那也不好。你看鱼香肉丝吧。行。要两个菜吧。啊，行。我那个树椒土豆丝儿和鱼香肉丝。忘了是吧？那个饭店。哎，好，谢谢啊，这么老远还跑一趟。不用太麻烦你了。那没事，那我走了，哥。行，慢走啊。一想到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妻子，回到500公里外的鸡西，丈夫李明超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鸡西先最早2点，150一张和8线。9点的。那我们先做局麻，你这边做好准备，全麻的准备。我们把
基层基层一打开，然后就要切腹膜的时候，打开腹膜的时候，你马上就插管给药了。新生儿这块做好充分的抢救准备和转院的准备，他大人来了以后咱们俩一起去调换。行，在麻醉上我们要考虑要安全一些的麻醉，就是先做局麻，是吧，局麻然后就做全麻。大人孩子这些手术的风险确实都有，所以要事先跟你们交代。再一个不好的结局就是产妇本人，是吧，这个腰间盘突出马尾综合症是不是说剖宫产完了他就能恢复，这个也不一定，这是最不好的结局，要做这方面也要有思想准备。感觉孩子的大力都挺可爱的，我们夫人也跟他说有问题，一样是人家说把你家长和家长也接受不了，因为他的羊水破的时间太长。哎，老天保佑吧，保佑大爷孩子平安，没有办法，为你奉献这么多天，这孩子是最惨，我实在是看不了。就在春辉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丈夫突然从工地上赶了回来。我这边还有一系列强制措施，更不好使，很难的，很难接受。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想我自己的问题都特别多，包括孩子生下来健不健康啊，或者是大夫始终告诉我说，即使你做了手术了，快的话半年就好了，慢的话就是一两年，可能还是恢复的不利索。稀里糊涂一个晚上，还得起来给他接尿，肚子又疼。那个脚疼，浑身难受，我又起来，我又给他按的，按到三点多，他舒服点了，他睡了，我又躺了一会儿。春辉和他的一家人等待宝贝到来的最重要的时刻，一分一秒的迫近了。这个宝贝能否顺利的到来吗？春辉的生命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呢？在这个等待的时刻，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同一家医院的另一家人。每天凌晨五点半，当孕妇娄珍珍还在熟睡的时候，婆婆孙凡就会艰难起床。为了能照顾我，他每天早上需要五点多钟去起来，到医院去按摩，为了排上前几号。然后我记得我陪婆婆去过一次那个医院，真的不敢再去第二次了。可以说婆婆在进行按摩治疗的时候，每次都疼得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是声嘶力竭的在喊疼，我看在心里，也疼在心里。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妈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个效果很不像。哎呀！哎呀！痛苦情况下还想着儿媳妇生孩子。哎呀！哎呀妈呀！所以说，婆婆可以说为我受了很多的罪。她之所以那么早出去，就是为了能在九点多钟赶回来，而那个时候我刚刚睡醒。师傅，这柿子多钱一斤？能不能便宜点啊？我回来啦。这
什么好吃的？妈呀，永新，赶紧打电话说回不回来呀？眼瞅着要生了，忙啥呢？天天的，打电话有的时候他也不接，我估计可能犯案呢。昨天晚上我俩出去吃饭，嗯，他说这有个案子挺棘手的，我尽量下午回来，一会儿我再给他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啊，不用着急，有妈呢啊。孕妇娄真真八年前曾做过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手术，现患有妊娠期糖尿病，孕期已经进入第38周。娄真真的丈夫刘永新是一名警察，在距离哈尔滨150公里之外的大庆市工作，回家的机会很少。刘永新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同样作为警察的妻子婆婆孙凡完全能够理解儿媳所承受的寂寞。这就是嫁给警察的优点。这些年我咋过来的就看出来了，他在吧，我心里就是能有点底儿了。放心吧，有我呢，到时候我伺候你。尽管婆婆的安慰使娄真真稍稍宽了心，但趁真真不注意，婆婆还是悄悄上楼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今天晚上能回来吗？临时下的案子，明天真真要入院了，能不能赶回来呀？好嘞。希望他能回来陪我，但仅仅是希望而已。我希望他能陪着我，不是说一定要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他在手术室外面，我心里呢就能踏实许多。对于娄真真来说，曾经的心脏手术让她和一般的孕妇不同，最大的风险来自于生产过程中可能随时会让她的心脏发生骤停。上个收拾的东西，啊，18号，估计差不多能生。一高兴走错楼层了。哎，行啊，也没时间收拾。明天小住院，我这回得给他收拾收拾。临点儿再走。走吧，老李叔，哎，等我生了啊，我第一时间给你们通知你们。收拾。从大庆到哈尔滨这150公里的路程，对于刘永新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妻子真真怀孕以来，他在这条路上往返了40多趟，每次回家的心情都是喜悦而又不安的。我是今天才请假，就最近吧，也是工作很忙，距离案子也多。如果没有这个事儿吧，我都不太好意思请假。作为一个丈夫来讲，是吧？没有尽全一个丈夫的责任，从我心来感觉啊，他必然会有一些埋怨，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有些着急的事儿让我回去，我回不去的情况下，他都能得到他的理解。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现在，现在。嗯。哎呦，你不回来了吗？你就回来了吗？
休息没事，哎，挺好的。哎，慢点。没事。老左，哎，你好。欢迎入住玛丽亚。那你做之前，你这个心脏的症状明显吗？心慌气短，胸闷，然后必须得坐起来上窗户那儿喘喘气儿。几次后边疼多长时间能过去？有的时候5分钟左右吧，差不多。就在珍珍享受医院加餐的时候，她没有发现丈夫被自己的主刀医生叫走了。那个手术，而且在术后呢，一直又有伴有心绞痛、心肌缺血这样一个症状。那么心肌缺血、心绞痛本身就可能出现心脏的猝死，对吧？那么再加上手术这个，是哪难受？来，快来，进来，进来，进来。真的是你费心了啊。不是费心，这个呢我们也很慎重，我们医院对他这个病人呢也很非常重视。手术之后又反复的出现那种心绞痛，这是一个心肌缺血的改变。对，那么心绞痛你也知道，也是有的人可能猝死出现就要死亡的，是不是生命有危险问题？我们不希望发生，你们都不希望，但是一会儿我们必须要想到，我们也要是尽量的去把这种情况给它规避掉，但毕竟有这种意外的可能。哎，怎么着了？嗯，缝了2针，可疼了。血管细。哎，疼的我手都冒汗了。就是血管性。我告诉你啊，生完孩子给我准备一份大礼啊，听不听见？必须兑现啊，大礼！我送你一个儿子，你送我点啥啊？想想。啥呀大爷？我觉得如果我塌下去的话，我觉得真真会看着；如果我倒下来，真真也会倒。那么我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要把信心和自信带给珍珍，让她高兴地走进手术室。焦急等待中的刘永新无意间打开了珍珍的手机，却不小心走进了他从不曾细心留意的珍珍的内心世界。像楼真
真对吧？看过你儿子，嗯，然后多经过人家那脸呢，一个长得挺俊脸，先贴贴脸。好嘞。哎呀，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孩子出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落地了，觉得特别的开心，啊，就是很激动，很激动啊，激动，放松心情。哎，看到他那一刹那，什么都值了，真的。刚才所有的那些疼啊什么的，就觉得全都值了。去哪里？再来一瓶。娄真真家属，娄真真的爱人，男孩啊，来看看宝宝，哎呀，男孩啊，男孩，来看长得多漂亮啊，漂亮，太漂亮了，挺白的，来照个相。歪了，可能很少喜欢的脸，但是今天就是在看到孩子那一刻，而且听到母子平安的，其实有一分钟的时间，自己的笑容没有控制住，但是这个笑容自己扳回去。初为人父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见过宝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向朋友们报喜。在这一刻，刘永新遇到了春辉的丈夫，一张面孔是新生命到来的喜悦的面孔，而另一张面孔是焦急等待的面孔。这两个人的这一次短暂的相逢，就注定了在他们未来的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境遇。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会关注春辉的宝贝未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何最后冲刺的，大家会更关注春辉这样一个特殊的母亲在迎接宝贝到来之后她的命运会如何。这朵好了，完事了。慢点啊，慢点。哎，这么，还就这么多。家属再一个啊。家属再一个。哎，这回没人管你了。别吓我了，你替我上车。哎，不能往那边倾。家属在外面等着啊，有事好叫你们啊。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这次剖宫产手术，春辉只接受了局部麻醉。
手术过程中，春辉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清理清理，这样没法做了，孩子再怎么也不行了啊。生出来了啊，是一个十足的一个早产孩子，早产孩子变化就不像这个足月孩子，他变化比较多，因为他成熟度不好，生命力比较低下。如果出现，比如说呼吸窘迫综合症啊，就是肺表面活性物质形成不好，需要转出的时候有变化，我们随时和你沟通，你要同意这个治疗，给我签一下字。但是我觉得好像孩子还行，还挺有希望的，尤其是女孩和男孩，他的耐受性比男孩要强。是啊，大人现在没问题吗？大人现在还行，现在还麻醉状态，他得拔管，还得有个过程恢复，清醒了以后他才能出来啊。就比啥都行。刚刚交完医院的费用，李明超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们，筹借春辉接下来的手术费。在我们满怀喜悦的要恭喜春辉和他的一家人迎来自己宝贝儿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因为在不久的五天之后，春辉将转院做自己的手术，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说到持续关注，在一个多月前，我们的节目曾经记录了一位熊猫血母亲因为血缘的问题而面临着生产的困难，孕期一天一天的迫近了，在各方的努力协调下，宝贝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段。让我们来看一看李瑞娟的一家人是如何迎来他们的宝贝的。这个人哈是个第二胎，38周多，临近预产期了。B 超监测子宫下段的厚度呢也比较薄了。他还是属于二次剖宫，怕上次那个刀口那边怕他撑爆了，撑爆又怕大人跟孩子出现什么危险。他这个哈也小于3毫米了，也应该是个做手术的一个指征了。他的血型呢是一个稀有血型，
AB 型的 RH 阴性。那么手术当中哈，任何一个自然分娩还是剖腹产，都面临着一个出血的问题。唯独一个就是说怕出血没有血。由于医院没有 RH 阴性 AB 型稀有血的储备，如果李瑞娟在剖宫产手术中出现任何输血的可能性，对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致命的。幸运的是，稀有血联盟紧急联系到了一位捐血志愿者。就是说那个是能帮助别人，还是挺高兴的。十月五号，志愿者到达天津的当天，是医生决定为李维娟实施剖宫产手术的日子。时间一开始就注定是紧张的。早上七点，医护人员陪同高建森将李维娟的血样送往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志愿者的血液进行配型。这袋血经过我们复检合格了，你这袋血拿走。如果在复检过程中这一袋血不合格，这袋血谁也弄不了。今天下午几点？两点。两点钟。挺着急的，现在就等志愿者了，这不跟他们发短信联系呢吗？刘先生，你们那个护士现在已经开始排了。你好，森森。哎，你好，你好，你好，来了，来了。行，行，咱进去吧。进去吧。就希望他们今天下午手术平平安安的。刚听人家大夫说还得检查这四十多种疾病嘛，血液里边的，还得复查一下。还得出来，这得多会儿了？那边还得一个半小时的等着出结果呢。得快出来，要不快出来，你好不啥不耽误吗？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那什么给咱那个加急一下。确实是到手了以后，我才能去做手术。担心，特别担心，心里头总觉得。在不停的这心跳慌，特别慌，不知道怎么办好，自己也帮不上忙，就盼着吧，盼着都过去，都挺好的。下午一点半，距离李瑞娟的手术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经过一个上午的等待，志愿者与李瑞娟的血样配型成功，各项指标也检测合格，血源解决了。高建森的心情却并没有完全轻松，在他的心里还有着另外一个担忧。他的手术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我估计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面临了两个生命，一个妈妈一个孩子。如果孩子的血型跟妈妈的血型是一致的，就没有溶血的问题，像爸爸血型那就不行，那就有可能发生溶血黄疸。头一个一点这个心跳的就感觉都没有，现在我这心都扑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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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信息可以。现在孩子目前没什么问题吧？孩子挺好的，目前看着 行，今天挺高兴的。现在就母子现在就是等大人，看这意思大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孩子表现还不错，总的来说出血不多，比一般的人哈出的都少，然后呢也不用输血。来，啊，我来了。行了，那搁着给妈妈看一眼。你背着呗。还挺尊敬啊，还。这人摸的不大吧？这个，摸的不大。啊，对，不是你摸着是纹事，我摸他脸的是纹事。是，现在不一样，可高兴了。我觉得，哎呀，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了。嗯，是孩子平平安安的。当然是老婆辛苦了。
妹妹，你的坚持是对的啊，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希望孩子长大了以后看到咱们这个纪录片，希望他对社会上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口气迎来了三位宝贝，感受了三位母亲不同的艰辛。接下来有条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我们天视迎来的一个宝贝，这就是我们天津卫视呢推出了全球首档的社交网络生存真人秀，叫百万粉丝，有12位选手将在我们的能量城生存90天，同时有上百部的高清摄像机来做24小时的直播，这样一种网台联动的模式在全球是首创。当然还有跨界的巨星郭敬明入主能量城，请各位期待我们天视播出的百万粉丝。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宝贝你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乐视移动客户端、风行网、搜狐视频、爱奇艺、迅雷看看。感谢新浪娱乐客户端、搜狐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的大力支持。天津卫视传递生活正能量。